来自光之天使信息，关于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带给自己快乐。传导：德尔菲娜·奥里克斯。问候：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好。光之子们，再次感谢你们的光临和信任，我们很高兴见到你。我们将向你们揭示更多关于你自己的信息，以及更多关于如果你朝着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可能会发生什么的信息。当你的存在需要知识，并且越来越多的人需要知识时，知识就会被带给你。这些不是来自外在元素，而是来自你觉醒到这份知识的一部分。因此，沉睡于自身这些面向的生物根本无法接触到它们。原因是知识是从内在体验的，就像启示一样。就好像你的 DNA 链像花一样开放，并在编码基因中变得活跃。因此，在没有内在体验的情况下吞咽讯息会导致几种可能的影响。要么以中立的方式不受影响的消化讯息，要么被部分同化并干扰情感系统直到被拒绝，要么被精神系统吸收，从而不断地干扰情绪系统。在这个阶段，它是一种信念。你的身体可以透过思想、情绪、食物、呼吸、声音、波浪等来储存来自外界的讯息，然后进行处理。在所有王国中，存在处理资讯的方式对于每条路径都是特定的。当意识增强时，知识就会被启动。事实上，一个人或集体的上升欲望越强烈，意识就越倾向于扩张。也就是说，他已经就位，可以在围绕他的发射点的所有维度平面上伸展。他们向我展示了团队的位置，手里拿着绳子，准备拉绳子展开形状，就像面包面团球一样，准备拉伸成所需的形状。这是准备部署你的意识的起点。因此，一个没有准备好的人没有适当的工具来立即部署他的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没有给出意图，任何讯息都不会激活其 DNA 链。由于自由意志，任何人都不能干涉另一个人的意识的展开。另一方面，在存在的环境中包含新的意识元素，可以透过意志模型在其中产生意图。意志这个词并不能真正描述当一个人透过设定意图选择转向新方向时会发生什么。相反，它是一种内在状态，其中存在强烈渴望成长，增加其经验，以了解其能量的更多方面，以及透过对其存在意识的探索所反映的内容。有时候，存在需要更多的了解自己，扩大其意识的运动。正是在这一刻，他内心升起了这种深深的渴望，因而为他提供了不同的实验可能性。这种扩展的过程和这种对新奇事物的需求永远反映在所有生命的生活中，因为这是单一源头的本质，他不断地寻求更多的了解自己。在这方面，这种重新连结是将所有存在体团结在同一能量的意识中的元素，透过其独特的路径集体和单独的经历意识的扩展。知识在你们的生命之前，在你们的存在之前，以及在你们的星球之前就已经延伸。任何有请求的人都可以访问他。你内心对他持开放态度，所以你已经准备好在你的意识中进一步提升。现在你在地球上所能获得的可能性与最近的过去不同，这取决于你的线性时间。他们与您所居住的星球上可用的资源完全相关。地球上的那些引导他走向意识的巨大提升，
从而导致其所有身体状态的改变。这包括显著改变一个人的外壳，以将其调整到由一个人的意识扩展驱动的更高振动。这些可能性其实是有固定的并逐渐展开的。我们邀请你们认识到，对于构成人类集体的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个机制是相同的。这颗行星伸展并脱落旧的地球的表层部分，并以其光体重生，全心全意地投入所有这些内在的转变中，因为它们是对你们作为地球集体提出的所有要求的答案。如果不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成长，生命还有什么意义？这对你们许多人以及整个地球来说都是一次飞跃。对这种进化的礼物，这种深深的喜悦的感知，超越了你们寻求发展物质和精神舒适的个性，有可能从你们内心的光存在的空间中获得，因为你们对意识的扩展有着深刻的渴望。这种渴望滋养着你，当你将你的个性与这种提升自己的意图结合起来时，舒适的职业就会从第一线移动到第二线，直到他们离开你的考虑，因为一旦进入你的光体，只有意识成为这种意识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因此，你有责任转向这种强烈的愿望，增长你的光，随时准备好迎接你所要求的部分的可能性，以其透过知识和经验来增长你的意识。请记住，你的存在是为了提高意识，而职业和事件是让你实现这一目标的经验的一部分。因此，利用你可以使用的工具，也就是说这些职业和这些成长因素，来朝着意识的扩展前进，跟随你的内在团队，他们随时准备好把你拉起来。并且，不要让这些工具侵入你并透过其他人利用你，他们会利用这个优势为自己谋取利益，因为这会损害你的进化，使你无法发挥任何成长和与知识连结的潜力。意识的扩展让你进入一种与你的光体连结、内心平静和对一切的爱更加和谐的状态。你越了解如何透过自己的经验进入这种状态，就越能透过成为榜样的力量而使他人受益。透过这种方式，您可以透过支持人类集体自身的转型来帮助地球实现转型。我们爱你，用我们全部的爱包围你，成为你榜样的力量。接受我们整个集体的祝福，为我们所有人迎来一个明亮、美丽和丰富的新季节。亲爱的家人们，请知道，我永远与你同在，在你之内。谢谢。带着爱及无限的祝福，来自光之天使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